请托，就是刚刚不是 standing， 跟老师说请托。那请托有在菲律宾的语言说什么呢？巴基。哦，要小心，不可以说巴基，这样巴基有意思就是青蛙。OK， 所以要巴基，巴基，但是在 ber 跟 per 的中间，所以巴基，不需要帮那个。 发音啊 ，H 的发音，说 Paki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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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会帮忙的呢。谢谢，好，放在另外一边。来，我们这单我们的学生考了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念，老师念一片，然后你们念一片，好不好 ？OK，Paku满意，Paku满意，那这个比较长。 应该其他同学就会了，可是我们还是要念一念。把乌满印，再一次哦。把乌满印，来。把乌满印，来。把乌满印，好 ，Stanley。把乌满印，那把乌满印什么意思呢？对不起。刚刚的表演为什么对不起呢？就是因为我在老师的家。对，好。 再一遍，萨拉玛，大家一起念，萨拉玛，好棒，萨拉玛，萨拉玛，耶，萨拉玛，OK，萨拉玛。那为什么要谢谢？刚刚的表演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谢谢？因为老师有给。老师送我礼物。Yes，好棒哦。OK，好棒的，下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把，OK，让他。 请托的意思。OK，再一次哦，把key，把key，把key，好，同学，把key，OK，好棒，把key，好棒，把key，OK。那为什么要把key？是刚刚的表演是什么呢？刚刚的表演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把key？老师，我想起来，刚才因为我根本字母不熟悉，那请你帮忙，啊，谢谢老师。Yes， 来，先起来一下。这里老师会把菲律宾的字，这里哦，这边是什么边？哪一边？看着这边黑板，这个是哪一边？左边。左边，对了，因为老师不会开车，所以我一定要。然后这边右边是中文，来，然后这里老师有绿色跟黄色了哦。 如果是绿色是右边，如果是黄色是左边，所以你们要站在那里，然后一起念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一二三，谢谢。没有，你们要站到那里，站到那里。这个是中文，有，所以右边在你的右边在哪里？在那里。对，那是什么字？ 谢谢。是什么字？萨拉玛。好棒哎！帮我送你，送你，送你，送你。这个老师送你哦，那你要说什么？萨拉玛。好好棒！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OK。好。赶快，赶快。是什么？请托。这个。